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就是一。再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就是一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二。好，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。再来呢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。再来呢，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。再来呢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六。好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就是六。再来呢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就是六。再来，我们来看八。好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就是八。再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就是八。再来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就是八。再来呢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就是八。八拼够了哈，那我们看第一宫是不是差三五哈？这边有五放什么？三，这就放什么？五。OK 哈，再来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就是五。哦，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就是五。再来这个五过来啊，这个五过来，这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就是五。好，那五也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看第五宫差一个差什么？是不是差一个什么七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再来呢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就是七。哦，那再来呢？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就是七。再来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就是七。七也 bingo 了。那我们看第四宫差什么？是不是差四九？这边有九就放什么？四。这个就放什么？九。OK。好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就是九。OK 哈，那再来这个差一个也是什么？九。好，这个九上来，这个也是什么？九。好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也是九。OK，那再来呢？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就是九。好，九也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看第三宫差多少？是不是差一个三？好，那这边也差一个什么？三。OK，那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就是三。啊，这个三过来，这就是三。再来呢，哦，三也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来看第二宫差一个是什么？差一个什么？四，OK。好，那来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就是四。再来呢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就是四。四也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来看一，好，这个一过来，这就是一。这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一也 bingo 了。那这个差一个就是什么？六，这差一个也是六。谢谢。